告白响唐山睇广府大戏，除咗男女观众要分开坐，连啲老官都唔做得男女同台。阿爷已经向树讲过，田班新珠系三关公，坤班都有个三关公，靓华亨。呢条肥系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佢七岁嗰时已经歪住块神童牌，喊省城拆台版，擅长做三国戏，拉靓元亨、廖合怀、星驾月、上海梅、陈飞龙、向战前、走浮登台、云浮、檀香山、域多利、南洋、郎中柳云。肥喺靓华亨嘅首本戏有吴起杀妻求将、举师官图、山东向马、平贵别姚、十三岁封王、华容道。攞白头带到嚟过市，收山唔捞。中华民国四十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礼拜一，靓华亨、拉麦卢海天、罗丽卷、曾云仙、朱玉老、邵新权、半日案在香港上环高星戏院开锣，演翻佢出嫁妆戏吴起杀妻求将。之后向中华民国四十四年五月二号礼拜一至到四号礼拜三，响铜锣湾利舞台分别演翻吴起杀妻求将、关公守华容、拉赵子龙。呢镬拉佢拍档系卢海天、黄金爱、张醒飞、关远芬、黄少白。半日案拉许轻轻。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呢条肥喺靓华亨响香港都踩过影滑戏，将佢啲手本戏拍晒笃笃残，虽在大部分依家都唔多见，各位老友记，睇住以下嘅片段回味下先啦。